子加一个筹码，也就是两个猫咪 VS 六个鸡鸡。打他！都击杀了巨人，但是时间上导向机更快，那这局算导向机获胜吧。第五关，博士挑战赛。这次 BOSS 小白鼠选择的是黑龙博士。首先是猫尾草，开局就遇见小丑，被反弹打死了一个猫咪，后面喷火又被打死两个猫咪，还好最后慢慢磨死了黑龙。导向机同样遇到了小丑，但是他无力回天，挑战失败，这局猫尾草获胜。好的，五关都考核完毕，你们觉得谁是本局的佼佼者呢？可以把你的观点和五关挑战赛的总结写在评论区，写得不错的，老庄给你点赞置顶上热评。拜拜，下期再见。点赞关注评论。